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：耶稣很厉害，但为什么信耶稣的人有些时候还是会失败呢？难道耶稣不能率领我们每一个考试、每一个困难都立刻得胜吗？难道上帝不够力吗？撒母耳记上第四章，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。上一章我们看到神对撒母耳说话，撒母耳预言神要刑罚以利家，为什么？因为以利两个儿子行恶，但以利却没有刑罚他们。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上战场，他们面对非利士人，他们却被打败，而他们被打败之后，他们埋怨神为什么让我们失败，于是他们想出一个他们认为的好方法，就是把约柜抬上战场。他们认为约柜代表神同在，上帝很有能力，所以上帝上战场我们一定得胜。没有想到在战场上他们大大失败，连约柜都被掳去，以利听到消息倒地死亡，以利跟两个儿子同日而死。神对撒母耳所说的话在这里准确的成就了，因着以利与两个儿子没有遵行神的话，他们被神刑罚，甚至约柜都被掳去。这一章的要节提到了以利的媳妇生了一个孩子，是以利的孙子，起名叫以加伯，意思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因为他公公的丈夫都死了。我们思想上帝很厉害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还会失败？约柜是神的同在，为什么被掳去？难道上帝不够力，不能保护他的子民吗？不，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，大有能力的神。下一章我们看到约柜如何为自己来征战而且得胜。为什么一些基督徒会失败？关键在我们并没有打上帝要我们打的仗，我们并不是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显然这群以色列人不敬畏神，他们只是利用上帝，利用约柜来打胜仗，而神不会被人利用。一个人的心如何，决定了他会经历上帝的平安还是刑罚。我们呼求神，神是得胜的神，而唯有敬畏神跟随神的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得胜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除去拜偶像利用神的可怕的心，也让我们不再行恶，不再走以利两个孩子的道路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，您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，你也愿意在每一个敬畏你的人身上做奇妙的大事。帮助我们遇到失败的时候，不是埋怨神为什么神没有帮我，而是思想我在哪里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要及时的悔改，求主同行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